为什么双眼总是一起转动？双眼总是一起转动，是因为每个眼球的外壁都长着名叫眼外肌的六条肌肉，它的收缩和舒张能驱动眼球向各个方向转动。这六条肌肉通过三根神经和我们的大脑连接，所以虽然各个眼球拥有各自的肌肉，但是对这些肌肉发出的命令却来自同一个司令部。当我们想要观察某一方向上的目标时，大脑便像操纵这三根神经指挥双眼步调一致的向目标方向转动，确保目标所呈的像位于视网膜的中心。眼外肌、神经、大脑三者之中的任何一员出了问题，就会导致眼球运动的失常，也就是俗称的斜眼。斜眼不仅有碍观瞻，还会使双眼不能注视同一目标，导致某些视觉障碍，比如重影，因此需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治疗和矫正。